Epic Chinese 李博士中文。我不喜欢刷牙。毛奇，现在我要给你刷牙了。我不刷牙，我不喜欢刷牙。吃了饭以后，猫猫都要刷牙，刷了牙你的牙齿才会清洁。放开我，我不喜欢刷牙。你又咬人，还用后脚蹬人，你反抗也没有用。我要开始刷了。我说了，我不喜欢刷牙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刷牙？老虎也不喜欢刷牙，你为什么不去给老虎刷牙？老虎不讲卫生，所以不刷牙。你是好猫猫，你讲卫生，就应该刷牙。你不刷牙，时间长了，牙齿就坏掉了，就会很痛。要是你的牙齿出了毛病，我就要带你去看牙医了。你是愿意刷牙，还是愿意去看牙医呀？我要跟小蜜蜂玩。我发现了一只小蜜蜂，我要跟小蜜蜂玩。小蜜蜂，你别跑，你想跑到哪里去？咦，小蜜蜂藏到哪里去了？小蜜蜂，你逃不掉的。毛奇，你不要咬小蜜蜂。我没有咬它，我跟它玩呢。你不能欺负小蜜蜂，你要是咬它，它就会蛰你的。我不会欺负小蜜蜂，我不会咬它，我只跟它玩。小蜜蜂，你别害怕，我不咬你，我只亲你。毛奇，我警告过你了，不许欺负小蜜蜂。我不欺负小蜜蜂，我亲它来着。哈，毛奇，怎么样？被小蜜蜂蛰了嘴巴吧？痛不痛？活该。我要抓住这只小蛾子。小蛾子喜欢光亮，我看见一只蛾子在绕着电灯飞，我要捉住这只蛾子，我站在我的猫树上就能捉住它。小蛾子，我看见你了，我们喵星人的视力最好了，尤其是看活动的东西，你越飞我越能看见你，你逃不出我的爪子，我要用我的爪子抓住你。一只爪子抓不住你，我就用两只爪子抓你，抓你，抓你，我怎么就抓不住你呢？你太小了，要是小老鼠或者是小鸟，我一只爪子就能牢牢抓住。小蛾子，你太狡猾了，你会飞，可是我不会飞，你还在我眼前飞，你是在逗我玩吗？气死我了，我怎么就抓不住你呢？我一定要抓住你。我抓住了这只小老虎。毛奇，你太没有用了，连一只小蛾子都抓不住。你不要小看我，我虽然抓不住小蛾子，可是我能抓住老鼠，我们猫猫最拿手的就是抓老鼠。是吗？那我们试一试，看你能不能抓住这只老鼠。看见了吗？就是这只小老鼠，它爬到你的猫树上去了。那我就爬到猫树上去抓它。小老鼠，你往哪里跑？我一伸爪子就能抓到你。你跑不了，我现在往猫树上爬，我的猫树有四层。我要爬到猫树顶上去抓你。你来呀，你真的以为我抓不住你吗？
小老鼠，怎么样？我抓住你了吧？我咬住你了。哈哈，我们的毛奇只能抓住一只玩具小老鼠。我是毛奇，谢谢你们跟我说汉语。Thanks for watching. Questions are welcome. All copyrights are reserved.